开始。访圆时宜不遇。你不要再跳了。哎，你一直叫我陪我东西地去了。洛阳纺才子。贴完了吗？洛阳纺才子。我叫张明，我听我的。江陵做流人，做流人就是他被关了，流放。做流人，江陵。闻到梅花早，我想要贴贴纸。何如此地春？哦耶！再念一次，熟一点。好，最后的是啊。嗯。那个第一什么？因为弟弟一直吵，一直什么什么？哒哒哒哒哒。他刚刚不是有唱？第一句是什么？你给我，拜托。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你想一下，这首诗，他要去哪里？他要去朋友家。那他朋友在哪里？很远。很远，他朋友的地区在哪里？你第一句不就是地区吗？他去什么地？对，洛阳纺才子，江陵做流人，闻到梅花早，何如此地春？赞哦！这一首叫什么？你要贴什么？妈妈，这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好，这一首叫做……你等一下，我们还没有完，你要等待，我们你要等待，我们还没有处理好，等一下。这首叫《访圆时宜不遇》，就是不遇啊，没有遇到，不遇。访圆时宜不遇。好，恭喜你背好了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，恭喜恭喜。你看那些